好，我们今天走到这边哈，然后远处那边有人在捡，对面也有人，好，然后对面就是比较多人在捡。那我们今天走到这边，那边有一个远远的地方，那个是明河明隧道，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边。突然看到一颗漂亮的石头，忍不住就要来拍一下，来给它一个 L 的造型，好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好，缩小一点，是不是？好好，缩小一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，到底有多大嘞？不知道，我们先拿出来看一下。土吸住了，这土还蛮黏的，哦，还不错，这个有一点点重量。只不过不知道这个裂会不会很严重，啊，然后看起来还算可以，好，今天的收获，好，来拍张照。好嘞，就是慢慢走，有时候。这边等下可能走到那边就停了吧，没有走过去了，太远了，然后有点累，啊，走了，从那个桥那边一直走过来，好，所以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就是 S 型这样，慢慢 S 型这样绕，S 型这样绕，啊，有时候就会看到你要的石头，有时候会被石头骗，都是很正常。好啦，啊，对面那些，我想应该都是捡龙纹石的好朋友啦，哈，那个。那边有一个，好，好了，待会见哦，我是石老师荣哥艾伯特，好，按赞哦，订阅哦，好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好，耶。